包呢。来，我这个啊，没有 WiFi 啊，好累哦。第一次早餐这样定力定死的，定量啊、定量，又不晓得要多么大的量，不断拿，觉得拿太多有拿太少。我们拿太多啊，还好我们都没有再多钱，当然要多钱就给他。可以有四个人可以住啊，底下在后船呢、啊，灯要下船，下船。这几个老婆。留下镜头啊，靠岸了啊！游艇，英文是不太通的啊，因为法国人他们有他们的圣米歇尔山。坐下来了。山接驳车过来，这个小姐呢，她就是卖那个蛋啊，哎、欸、蛋，它不是蛋液，它其实就是舒芙蕾，就是那个蛋啊，打发泡啊，哈，就。$5.40 对，没有包东西的哈。西元八世纪开始建造。地方有没有？这种地方是不用。然后以前的照片，对，以前就是骑马哦，所以他那么老了、哦，他都有以前的照片，黑白的。主教座堂啊、哦，哈，来，这是五个姐妹住在这里。这是。最后一阶了啦，最后一阶了。看到的是诺曼式建筑，所谓的诺曼式建筑呢，就是罗马式建筑，罗马式这样子，圆拱柱子，圆拱，好，然后再到进去里面，你就会看到哥德式建筑，哥德式建筑就是开始有那个尖的，然后拱顶尖的，好，就不一样的建筑形式。这是哪里？这是什么？像类似像这样子的回廊，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回廊呢，限制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主教们，就是重要人士才可以来到的这个地方。然后等一下最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。
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草皮有没有？它不是草皮。没有绳子不让跨过去。不能坐，不能坐。不能站就不高级的，高级的才可以坐在这里做中庭的休息。很棒，还是学生下课休息的地方。罗马式的圆柱体，这几不会有病。是幻天，幻天。Except for 一天吃两餐。这一天才吃两顿呢，无你吃三顿的哦，安尼就会散落。给游客住的地方，厢房啊。啊，它就这边摆餐桌，然后边放这个也算是厨房。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拉进去。罗马式建筑的形状，这是一个监狱，暗暗的，然后换人来弄。官宦的地方。拉东西，从拉到后面，我就这么踩。比较。怎么会硬硬的？有问题都要找你哦。你用法规，用法规做法的。法规。用法规做法。我觉得很大间。我们那路。哎，路啊路。风味餐。风味餐，吃的餐，最喜欢吃风味餐的。其实我唔是囡仔人，爱家己当做囡仔人来。来。来。气死！红酒，管22欧，一杯4欧。小菜，半个能没有蛋。鸭啦，哎，咱那你烘起来去烤的啦，应该烤的啦。做的，是煮完的。用烤的，我就是烤的。用烤的还是用烘的？这个应该烤的。不是，它是腌制过的。过了，然后再把它泡在油里面，然后再去烤。对，腌制后泡在油里面再去烤它。对，给试吃蛋菜。蛋菜啊，你领队跟司机两个人吃三，就是一道冰淇淋，一球，它底下是水果。West Virginia, Blue Ridge Mountains, Shenandoah River, life
is older, older than the trees,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, growing like a breeze. Country roads,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. The moonshine, teardrop in my eye, country road.